我想都是时候跟你斗翻场。未是时候。为什么？不啱听的说话，你想不想听？讲。啱啱坐完你架车，我发现咗啲嘢。你唔觉得你每次过弯都好唔自然嘅咩？虽然你架 GTR 马力大，不过车头好重。秋明山咁多急弯，你每次入弯就一定推头。尤其系最后嗰五连发夹弯，你每次都攞唔到最好嘅路线。除非你克服到呢样嘢。如果唔系，你冇得同我架 FC 斗。除非你克服到呢样嘢，如果唔系，你冇得同我架 FC 斗。